别再唱《生日歌》，等会儿给新歌唱一个吧。我不要。大家好，冰冰，我们现在河南的许昌。今天呢是个特别的节日，是阿欣过生日了，普天同庆。碰巧呢，唐导给我们寄了两份小生日礼物哟。糖是什么？我替你猜想。当，哇，跟上次一样的小卡片。这是什么？毛毛的吗？好像是个小抱枕呀，有个爱心。阿欣，这是阿欣。Yeah, 这给我的。对。哦，这个是个，哇，好可爱的小被子啊。呀、yeah, ，太好了。它是一条巾，就打游戏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披上，因为有的时候现在不冷了吗？另外一个也是唐导像条小狗联名系列，咦，这是格子的，啊，这个也是有个手袋、哦，这个是单独的一个小袋儿、哦、啊，这种是有点，哇，凉凉的那种，有点凉凉的一个小盖毯，这还有个扣是怎么可以扣上？我以前坐办公室的时候买过、哦、这种防止冷，坐在下边。好贴心呀、啊、我们一人一个。嗯嗯，哎，给大家看看这小猫咪，我送新哥的生日礼物，一排小猫咪。这个小猫咪我们特地站在我们两个的卡座中间了，后面呢有一个透明的架子，是我在网上买的，然后猫就放在上面。有知道我对猫过敏，就给他买弄了一堆小猫，假小猫。对，然后他们一个个昂头挺胸的走一排。还有一个，其实还有个大猫呢。他妈呢？在哪儿呢？他妈掉了，他妈在这儿呢。那放哪儿啊？这大猫放不上去，给个特写来比一比，看看多大，对比一下，这么大。今天等会儿带新哥去吃顿火锅，去吃顿海底捞。新哥跟我之前提过，从来没吃过海底捞，这是第一次带他出门见识，好不？好。今天我就不骂你了。我们又来东来大哥家买东西啦，买个蛋糕，你要哪一个？这个，这看着不错，柚子的。水果的，不用水果的，小小的，一般的。我要这个小小的，这个盆太小了吧？可以，意思意思。最后，新哥买了个红丝绒的一个小蛋糕，他怕吃不完。这个太大了。胖哥挺好，送了一个蜡烛给我，正常是交通费的，走吧。我们到喽，对，没有预定和排号呀？没有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你好，这位是谁吗？两位对吧，先生？对。好的。服务员服务的太周到了，新哥有点不适应，有点社死的感觉，自闭了呢。吃调料吧，新哥。哦。嗯。都上齐了，我们要准备吃饭了。生日快乐！新年快乐。那边再唱生日歌，等会儿给新哥唱一个吧。我不要，太尴尬了。好，快点来吧。没事。来不了，先生，我先生，生日快乐，先生。想起了迷你蛋糕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你生日，哎，送上我祝福，特别给你自由灿烂的笑容。新哥脸红了，这个给你送上生日礼物，是粉丝也红了，你的粉丝越来越多啊！谢谢。新哥去胖来哥买了一只鸡，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一只鸡。对，这个鸡是16.8元的一整只小烧鸡，非常好吃，强烈推荐。我买了一盒豌豆馅儿，明天早上吃。这个小甜品，还有水蜜桃果汁，这个是橙汁，这个是什么果汁呀？这是芒果汁啊。嗯。这个是100%芒果、橙和桃，特别好喝。他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。嗯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胖东来有好多甜品好好吃，但是为了减肥我今天没买，因为前两天吃多了。一个叫芋泥奶包，它是外边有层奶粉的，一打开那个大馅真香呀。还有一个就是红丝绒蛋糕，新哥过生日时候买的那个小方块的，特别咸甜口味，挺好吃的。那大月饼的话，那个网友说脂肪太高就不推荐了。说一下对许昌的感受吧。有点不舍得，因为明天早上我们就要离开了，前往郑州。哎呀，第一次为了一个超市对一个城市不舍得。就新哥，你喜欢许昌吗？我喜欢许昌，它有一种淄博的感觉。对，就是因为某一点，这儿的服务非常的好，人非常的好。赞同。
并且我这个生日过得特别不错。我第一次是这个海底捞，然后给我过了个生日，他们一起唱生日歌，他们一直都是兴高采烈的给我唱生日歌，但是唱着唱着，我从心情非常激动，突然眼圈有一丝丝红润，真的，就是有一种，因为我们都是陌生人，互相都不认识，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服务，他也是挣这份工资，但是他当时唱歌的时候，那种情绪就感染了我，因为好多人嘛，会感动，对。这个生日我感触非常深，上一次感动是冰冰送我个 PS4， 你怎么吃上了呢？好好吃哦！你那不明天早餐吗？这好好吃哦，好像吃豆沙馅儿的。行了，明天咱们就出发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冰心之流行，伴你好心情。感谢大家点出关键评论哦。